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的解围。我是伍海欣，我是冼卓南，我是庄元辉。喂，冼卓南，你威喎！头先连片头都有你拍的片喎。系啊，即系我哋城寨嘅片头，一全世界啊都睇紧，都有啊冼卓南拍的片做片。我见到啊咩 BBC 啊，都有你嘅片，乜 C 乜 B 都有啦吓，全部都有。因为嗰阵时我哋上一日就打風啦，上個禮拜打風啦，再上個禮拜我又出咗嗰、那個即係《屍殺列車》嗰個新嘅奇景啦，咁啊冼卓南就飛升國際啦，係嘛？作品飛升國際係啦，即係如果你有咩事不幸咧，就更加出名嘅。你係畫家嚟㗎嘛？你係健在，咁所以咧你就冇咁出名。咁但係即係都俾翻 credit 嚟嘅，即係做得相當之好嘅咁。咁啊，我哋今日題目就係講 fact check 嘅重要性啦。因為fact check 咧，喺我哋大廈管理嚟講都好重要喎。我哋頭嗰節先講少少大廈管理啲先啦。即係事實，我哋都盡快去講多啲 update 啲嘅資料啦。因為我知道咧，包括我哋自己在內咧，大家即係仲能夠同埋仲去容忍睇我哋呢個節目咧，都好唔話得㗎啦！大家而家每晚都好多嘢睇，每晚都好忙，即係首先自己現場去完嗰個抗爭場地之後，翻屋企仲睇翻曬啲新聞，哇！係一件好痛苦嘅事。啊，大家仲要翻工係咪？有啲即係學生仔就好啲啦，放緊暑假。咁但係我哋點解講 fact check 咁重要呢？因為其實喺我哋自己做任何工作裏邊咧。你收到一些資訊，而那些資訊呢你不去查證它，我們所謂 fact check 了，我們不去查證它呢，而你信了它呢，就很大鑊，是吧？我先舉一個法團的例子先，好，大廈最流行的了，打來我們反圍標聯盟，當然說，我們的主席貪污啊，花曬了錢啊，做天價工程啊，那我們當然 fact check 了，喂，使你幾多錢啊？做幾多錢工程啊？有冇招標啊？有冇跟足法定程序啊？咁呢啲梗係要問足佢啦，係咪？咁呢個係好典型嘅 case 啊！但我話咧，十個打電話嚟我聯盟度咧，都唔係太多嘅，仲有六個到啦，係未 fact check 嘅。其實好多都好醒嘅，大部分 fact check 咗嘅，但係有六成嘅咧，或以上啦嚇，都未 fact check 嘅。未 fact check 包括啲乜咧？佢話人哋掠水，話人哋天價工程，我淨問佢一句啫。咁你要夾幾多錢啊？佢都噏唔出。嗱，咁起碼都要噏得出自己嗰部分先啦，係嘛？咁然之後你先至講，喂，人哋講嗰啲指控啊，指控係咪事實啦？係嘛？有啲話主席貪污啦，有啲話主席辭職啦，有啲話主席唔喺香港啦，有啲話主席死咗啦，係嘛？真係咩都有嘅喎，
即係咩都有喎，但係就完全未 fact check 嘅。咁、我哋聯盟即係包括咗我哋三個在內去做呢啲工作嘅時候咧，我哋 fact check 個工序都相對緊要嘅，係嘛？咁康，你有冇啲咩 fact check 嘅個案啊？近排就昨晚有個大廈開會嘅，咁其實嗰個大廈跟咗好耐㗎啦，咁就由佢個維修開始做，其實一路咧佢係啲唐樓仔，咁跟住咧其實就即係你都知㗎啦，唐樓仔做維修，梗係未開工之前已經係要夾定一筆錢出嚟㗎啦。咁其實已經幾年前夾曬㗎啦，直情喺我未選舉之前已經做咗呢樣嘢。咁跟住咧，昨晚咧就話師傅掠水喎。話師傅掠水。咁跟住我哋就奇怪啦，點解話師傅掠水咧？跟住人哋佢就話冇，因為個以前嗰度有講過啲銀行户口要轉簽名模式，所以佢就話係咪因為要掠水，所以就要轉個簽名模式？條數好混亂，又唔公布咁樣，即係其實就跟住我哋其實一路咧，我哋都有幫佢嗰個法團，我哋都有睇佢嗰啲其實佢每次都有報啊，個户口仲剩幾多少錢，個工程進度去到邊度，批糧款批到邊度嘅。咁所以其實嗰個業主就好少嚟開會嘅。所以變咗有時但係有時佢哋就冇去睇大廈啲通告，因為喺個會議記錄入面咧就冇寫到咁仔細噶嘛。即係譬如啊批咗幾多糧咁樣嗰啲冇乜寫，但係佢哋就另外貼咗喺個大廈嗰度。咁所以有時都要去睇下啲業主究竟除了法團他們要公開的資料之外，其實業主們他們要 fact check， 他都要有個途徑去 fact check 先得。即係頭先你嗰個例子就係你要做個現場的 fact check 啦，係啦，即係佢即場就話一個人，咁你都要有你有據先得㗎，唔可以求其咁樣噏噶嘛，係嘛？阿南有冇啲咩 case 你係即係要 fact check 㗎？係啊，我最近我反而 fact check 嘅要早期啲嘅嘢，因為。這個可能我們稍後都跟進的，就是那個升降機資助呢，我幫緊個屋苑去協助去申請的時候，他們都同市建局那邊溝通，我們都知道的，他整個計劃裡面其實都很初期，未必行得曬以後的事情，所以有時呢市建局的職員都未必答得很實，有時我要幫他 fact check 的就是譬如最簡單的例子他所委派的一個顧問是免費給個屋苑的嘛，他可以這樣選擇。但是啦當初我們知道這個資助計劃是其實跟譬如中電或者廣燈的資助計劃是應該不會有衝突的嘛，即是簡單地說他應該兩個可以申請完的。但是呢我們知譬如管理處那些職員就問回我，他就說喂現在市建局覆回我，他說他們那份標書有機會做唔令你哋申請唔到嗰個中電嘅基金喎，咁樣咁所以其實好多嘢我而家都幫佢手就係、喂，你問市建局嘅時候，你叫佢白紙一字覆翻你，你又白紙一字問佢究竟係咪呢啲嘢啊咁樣，咁所以有時候我未必係好有個辦法一定幫你 fact check 到，但係我知道點樣教你去 fact check 翻件事多啲啲，甚至乎有陣時候我最近有啲 case 咧，即係。都不是最近的了，一直有些類似的 case 的了，當然呢就法團我們要去最處理那些呢，很多人以為我們經常去處理的反圍標的，其實這個是佔了我們工作的很主要的部分，但不是全部來的，反而都有些很重要要處理的呢，就是一座大廈裡面可能有兩幫或者甚至多於兩幫的人呢是有些拗撬人事關係，人事問題，我們要去排難解分，即是我們的節目名字都是這樣來的，是吧，怎樣幫大家解圍，有很多 case 是怎樣呢，就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最得意的你 fetch 得到過去那些是事實來的，是吧，為什麼呢，因為他們只是將自己有利的部分說給你聽OK 你 fetch 得到的，他說誰什麼什麼，你真的查到誰說什麼什麼，你去說誰諗住條數唔啱，你真係有文件睇到嗰條數有問題㗎。即係我哋嘅工作裏面咧，就連 fact check 都唔止啊，仲要打爛沙盤問到篤。咁我最近個 case 我試過點咧？兩邊都話其實法團主席揾我哋嘅。咁啊，之前有好多議員啊、律師啊跟過㗎啦。咁啊，應該是未處理到啦，我不知道他用什麼方法處理，因為我不知道。
咁我都唔會去深究啦，係嘛？因為人哋梗係人哋方法，或者其實人哋個意思就係我唔想幫你處理噶嘛，係咪？咁嗰個主席再嚟揾我，佢揾我嘅時候咧已經係好遲嘅啦，即係佢星期五開會就星期三揾我嗰只。咁我見到個 case 咧，我你都知咁問揾我哋，第一我未必得閒啦，咁第一佢嗰日咁啱我得閒。第二咧我得閒意思係即係我另外一個會係可以唔去嘅。我都覺得佢呢個 case 係比較特殊。係嘛？咁我跟住我就fact check 過，我 fact check 啲乜嘢咧？我唔單止係要睇佢同我講嘅嘢啱唔啱，係我仲要知多啲背後嘅原委，啲前文後理啊，啲前文後理點解會咁，係嘛？咁呢單嘢最後我係透過管理公司，去你都知啦，嗱啲人成日都以為我同啲管理公司關係好差，咁事實係嘅。咁但係問題就係有陣時候我問個嘢，佢都要答我噶嘛。係咪先？即係我唔會幫佢做任何嘢。但我話喂，這個法團邀請我去。咁你係管理公司，咁你話唔話個內情俾我聽啊？你話我就幫件事。係嘛？你唔話，咁我咪去到先諗個辦法咯。咁後果係乜嘢？我唔知㗎，係嘛？咁我咁同佢講喎，佢將成件事講曬俾我聽。即係佢認為啦嚇。咁當然啦。而事實我都知道，管理公司都冇將佢自己做錯部分講俾我聽嘅。咁我梗係唔會蠢到信曬佢啦。係咪？我梗係都有留一個位，都因為我問佢之前，我都知道管理公司有啲嘢做得唔理想嘅，係嘛？咁我都照問佢，我係想知道另外嗰兩方講嘢啱唔啱。咁呢個咧，呢、這個 case 咧就重複翻咧以往好多我遇過 case 㗎啦。我哋以往咧，特別我以前喺西環嘅時候都好多嘅，好多業主立案法團嘅主席或者委員咧，佢哋都好中意參與做呢個法團嘅委員或者主席呢個角色。當中很重要原因嘅，都講十零年前的事啦。就係佢哋自己有僭建物。OK， 佢自己有僭建物。咁佢哋成日都以為咧，自己有個僭建物，我啊做緊法團，我做緊委員，應該冇人搞嘅。咁我唔出聲，咪冇人搞我咯，係嘛？咁當時成日都咁諗啦，係嘛？當然事實，其實而家香港喺處理嗰啲違例建築物裏邊咧，都係比較慢嘅，比較慢。咁亦都係處理得唔係咁理想嘅，係嘛？你淨係見林鄭月娥嗰陣時，俾班鄉親燒佢個假人，燒佢個子宮仔，係嘛？都係話搞緊呢樣嘢啫嘛。咁而家唔知點解發生咩事，佢又可以嚇同班鄉親咁 friend， 係嘛？咁啊出嚟打人啲人可以係嘛？但係唔係班鄉親嘅，黑社會啫，係嘛？即係呢個大家即係香港人自己睇得清楚啦，係嘛？最近啲黑社會出嚟打人，啲警察都唔見曬㗎啦。咁唔知咩事啦嚇，唔知換咗衫定點啦嚇。咁總之咧去到我哋要 fetch 翻嘅時候咧，就知道哦，原來咁佢背後咧攬住個主席嚟做咧，都有啲原因嘅咁樣。咁最抵死就係咩咧？我去到嗰個會度，其實佢哋去到好八二化噶啦，就係各有各嘅道理。其實各方面的道理我覺得 都有基礎 的 有基礎的我都不去判斷誰對誰錯我只是說就是大家跟規矩做咯最重要的規矩就是他們應該就有班人給了 5% 簽名就要求開大會改選主席收了就不理他們他們都呢再去入品了這個的討審咁我最記得咧，土審咧就應該係即係我去個會之後嘅幾天咧就要開噶啦。我多口再同我主席講，我話主席啊，我建議你開呢個會啦。如果真係開庭咧，律師費咧係大家都蝕㗎，係嘛？我話你咪開會咯。個主席當時答我答法咧就話：我會開會㗎，你放心啊。不過我要去同個法官理論一下。講下自己點啱點啱，我話主席你冇嘢啱嘅喎，人哋叫你開會，法例要求咗，係嘛？你冇理由唔開喎，嗰個假權利嚟嘅喎。咁我當然冇理佢，跟我講完，咁佢唔聽，我冇辦法㗎，係啊，係嘛？我冇得逼佢聽㗎，你都知我哋角色去到就係講個道理出嚟，係嘛？我都仲覺得佢未來都唔會再叫我去開會㗎啦，係咪？我真係咁覺得㗎，係嘛？咁但係冇辦法，我去到都唯有講，我唔會因為我好想去叫我開會咁。第一，嗱，第一從來我都唔會好想去開，係嘛？從來都唔會，即係啲人錯覺，
啲啲業主好得意啊！你再係咁，我唔叫你嚟，你唔叫咪算咯。喂，我義務嚟嘅啫嘛，你請我食飯，我又唔會食，係嘛？你最多咪俾啲水我飲，係嘛？我屋企冇水飲咩？係嘛？東江水多到倒噶嘛，大佬啊！咁、那個問題就係、是、我唔恨你啊，不過我嚟到我就講啱嘅嘢啊嘛，係、嘛？咁最後 end up 就係點咧？他們都有問我，估計個法庭會怎樣處理，我真的真心去估，不過原來我估錯了，我當時我估個法庭就說、起碼都叫你可能做下調解啦，或者都叫你聽下雙方理由就 再審咯，就大家浪費時間咯，我說、怎知道法庭今次怎樣呢？ 我理解是怎樣呢？我又上網看回個結果的、個結果就是法庭規定了他在某一日之前一定要開大會、是離開上庭離開那個判決一個月之內就要他開翻個會，其實他不開仲大鑊，諗住佢唔開藐視法庭噶咯喎，係啊，係嘛，諗住咪又開，他仲諗住去兩個官拜攤，冇呢支歌仔唱，冇咁天真啦、係嘛，所以即係大家要 fact check 件事咯，因為嗱，我哋今日講呢件事俾大家聽，咁、日後有人再想拖延咧，透過法庭嚟拖延咧，你冇得拖啊，而家啲官根本就唔會俾你拖。是嗎？你要是開會你就開咯，大佬啊，是吧？嗱，講開僭建，我哋有幾張相咧係啲議員辦事處僭建嘅，不過我就忘記咗遮佢啲名字，不過算啦，唔遮啦，都公開的，就公開講出嚟啦，係嘛？我哋俾啲相大家睇下先。嗱，呢個咧就係郭佩凡議員辦事處隔離嗰個叫咩陳博智啊，係嘛？好似都係即係西貢區嘅，係嘛？咁咧呢度呢度咧就係將軍澳嘅一啲屋苑嚟啦。嗱、所以呢張相同僭建咩關係啊 ，Bonnie？ 係咪個招牌啊？嗱，招牌可能可以申請嘅。咁我哋唔知道佢有冇入到私人工程啦。啲木板啊。冇錯啦，啲窗咧就啲采光同埋一啲即係逃生通風嘅地方嚟嘅。佢咁樣去封咗啲窗咧，就有權俾人告佢。即係違規建築嘅、即係等於咧你自己住個單位都唔可以封，你可唔可以封屋封咗屋企嘅窗啊？你唔可以噶嘛？佢封佢窗做乜咧？呢張相係我影嘅，係幾時影嘅？做乜事要封啊？真係其實我係響遊行期間，將軍澳遊行期間經過辦事處門口，佢影出嚟嘅。咁佢可能。擔心啦，我哋咪應該俾埋張國軍嗰張相出嚟咧。啊，好多人都睇咗，係嘛？好多人睇咗我講啊。嗱，呢度咧就係側面嚟嘅，即係轉咗彎九十度之後嘅。咁呢張相咧，嗱，睇首先我形容張相咩嚟咧？大家張相冇蒙到，係有一個網咧就笠住咗佢。有個棚網。有棚網 ，OK。而呢個棚網咧，我就要即係強烈譴責呢個房署。點解咧？嗱。呢、這個棚網有兩個原因，我哋譴責佢嘅。係咪做緊工程啊？第一，佢唔係做緊工程。佢絕對唔係做緊工程。因為做緊工程咧，落個網之前咧，裏面起碼要有棚架或者工作台。啊，係喎。佢兩樣都冇。咁即係個網純粹個網啫。網住。係嘛？而呢個亦都唔係蚊帳嚟嘅。我都想講。嗱，即係點解？嗱，睇埋下一張相，睇埋下一張相，睇埋下一張相，下一張嗱，你望到咧。而家呢個網咧係 L 型咁擺嘅，另外嗰邊係生口嚟嘅，即係佢唔係凹死，唔係凹死佢嘅，淨係凹住咗向住遊行路線嘅地方嘅啫。哦，咁嗱呢度呢張相就望到嗰、那個頭先僭建騎馬架咧，嗰個欄杆咧就係房署嘅欄杆嚟嘅。咁、我有理由相信咧係房署協助佢擺呢個蚊網嘅。OK。同埋啲欄杆係防柱嘅 ，OK 嗱，點解呢個係僭建物呢、第一，佢而家呢個欄杆呢個位咧、我哋喺地契度咧，我唔使睇張地契啊，你當我拋書包，當我賣弄我嘅經驗啊，呢、這個位一定係叫做 right of way， 係可使用通道。首先佢而家係攔住咗條可使用通道。呢條喺條通道咧。就俾啲居民咧就出入嘅、，OK， 亦都喺個欄，亦都喺嗰個嘅簾篷嘅下邊。咁、即係你做議員做到我直情覺得佢係驚咗個遊行啦。係嘛？你驚個遊行咪好似有我見過啲相係咪啊？李慧瓊嗰啲啊？喺你唔使遮咁多㗎，你遮住個名咪得咯。
我見李慧瓊嗰張即係自己個名啊嘛，係啊，封曬，封曬自己個名，封曬自己招牌啊嘛，冇人搞鳩你咯，屌，冇人係嘛，冇人知你啊嘛，況且而家呢個都冇人搞佢㗎，係啊，大家經過咪總話去影相，我哋行埋影，就大班人影，係嘛，即係你點解做到咁肉酸咧？同埋首先嗰個工程嘅棚網嚟嘅，嗯，工程嘅棚網，即係話我嚟保障工程期間有啲咩飛出嚟啦，嗯，首先佢就冇。工程冇包含曬啦、嗯。第二佢又冇工程啦、嗯。第三個工程 for what 啫？你喺嗰個簾篷之下就擺個網。嗯。咁你做緊你辦事處外牆嘅工程咩？嗯。冇工程同埋一啲咩跌出嚟？就算做咪跌落地下咯。嗯。都唔係跌落你封住嗰個位啊。嗯。係嘛？即係做人唔好咁肉酸。即係我覺得做人真係唔好咁肉酸。嗯。係嘛？即係呢個我覺得真係我見過咁多個保障自己嘅辦事處，嗯，平安。其實最緊要咧，嗱，我呢度我唔係議員啦嚇，咪冇問題啦，費事你講啦，我講啦。一個議員咧，你想保護自己辦事處嘅安全咧，第一香港人咧唔會無緣無故搞你辦事處嘅，係嘛？即係當然有啲人唔合法地，或者有啲人。離曬鋪街，你話住唔出奇嘅。但你咁驚一個公眾遊行做你個區嘅公眾遊行喎，係嘛？啲居民嚟嘅喎，你驚乜嘢咧？即係你係咪話人哋會搞你？嗱，結果冇人搞你啊，係、嘛？我哋都影張相啫，係嘛？第一你要做啲嘢咧，就合乎情理，合乎市民嘅期望，咁你唔使驚人哋搞你咯，係嘛？即係民建聯你自己諗清楚啦，你自己過去做咗啲咩嚟？你係咪助紂違約？係嘛？你係咪幫助個政府？你係咪幫助個政府啊？認同個政府，揾啲黑社會出嚟打人，係嘛？警察唔理，係嘛？你冇譴責警，你冇譴責警察嘅暴力，係嘛？郭佩凡最中意撐警察㗎，係咯。而家收曬聲，唔出嚟撐警察，你撐警集會啊？佢最叻，佢撐警集會，係嘛？佢唔去撐，係嘛？你就係撐完之後又驚，係嘛？喂，你撐唔撐啊？而家警察嘅行為，係嘛？你有冇雷射水光槍啊？屋企係嘛？即係而家真係大鑊啊！係嘛？今晚應該我哋而家節目夜晚播嘅係嘛？應該好多人都觀星啊！原來我哋香港每日都受一次恐怖嘅襲擊㗎嘛！係我哋每晚八點鐘就會有幻彩揈香港，係嘛？就喺度襲擊緊，不過佢唔係對住地下射嘅。他可能襲擊緊啲外星人，係啦，係嘛 ？Star War 係嘛？咁嗰喂嗰支話出面香港嗰啲咁嘅雷射炮，保衛香港嘅行動嚟啊！嗰啲保衛香港，即係如果有咩隕石啊，有外星人嚟，所以就靠幻彩，就靠幻彩令香港射擊佢哋啊！係啊，係啊，屌真係失覺曬。咁我收翻頭先講嗰啲説話，係嘛？咁即係我怪錯咗香港啊！我哋係有幻彩令香港保護大家嘅，原來真係吹 Q 仗。咁即係大家咪要諗下咯，係嘛？咁另外頭先阿藍，你有另一張 fact check 圖啊，係咪啊？係啦，我先睇下張圖一個，張圖係有一個表面版，係啦，表面係咩咧？咁咧，今日嘅喎係嘛？咁應該今朝嘅，咁咧應該就有啲市民咧就話，誒佢喺元朗。就見到阿林鄭落區喎，咁樣咁我覺得幾威喎，佢終於肯翻工啦，擺咗咁多日工，係咯，終於落區啦，咁樣咁肯落下地啊，係啦，出嚟散下步咁樣。咁見到啲相，大家都覺得哇，喺佢好似夠膽咁喎，落區喎，有一個民情咁洶湧。咁大家睇啲相咧就唔 fat check 啦，就覺得哎林鄭好嘢，係啦，夠膽落啲咩咩啲咩幫港出聲嗰啲人話，哎林鄭落區啊，偉大啊，有勇氣有承擔㗎嘛。有承擔啊嘛，咁 fetch 出咗之後係點咧？阿藍嗱 ，fetch 出咗之後咧，就下面嗰部分哦，現實哦，係啦，咁原來咧就喺元朗啲屋苑附近咧，就好多呢啲我唔知係咪警察啦，有冇睇唔到啊？任正啊，喂，佢哋係咪趕曬班僆仔走啊？俾翻上滑梯啊？應該係，妖你曬到黑曬度啦，自己又唔玩，佢都唔冇得玩啦，超領啊，所以。即係 fetch 咗之後就係咁啦，即係頭先我哋嗰個位呢度啲警察就望住林鄭，林鄭企咗喺嗰度。喂，即係咧，所以咧，即係點解我哋話 fetch check 嘅重要咧？就係你 fetch check 咗之後，係嘛？原來
林鄭落呢個區，第一我唔知點解落呢個區有咩撞啦。嗯，係啊，冇人知佢呢個區落去同阿陳肇始傾有咩嘢？呢、這個呢、這個天水圍嗰扎樓嚟㗎啦，應該都冇人知佢去到嗰度視察啲乜嘢，做啲乜嘢，乜都唔知道。哇！咁佢肯行出嚟都係都係夠僵嘅，係嘛？即係我哋過往成日笑啲特首，特別係以前啊黃子華，即係董建華年代，成日笑邊個做得最成功嘅特首就係你夠膽唔帶保鏢行入啲屋村度。行得翻出嚟就得啦，係嘛？咁我哋以前咧，首都試過，但係都有帶保鏢嘅。嗯，但係冇林鄭咁肉酸，要帶曬啲揸住警棍同埋揸曬盾牌嘅防暴警咯。嗯，係咪啊？你咁肉酸，你咪行出嚟啦，唔好影衰啲香港人啦。係咪即係你連你都覺得香港好危險啊？係嘛？即係佢嘅出現令到成個地方好危險啊！變你唔第一，你第一，我話俾你聽。林鄭，你去到元朗呢地方，你同我哋唔同，你唔使驚俾黑社會打噶。係咩？點解大家明啦？係咯。係嘛？冇黑社會會打你噶，我相信。係咯。係嘛？第二，啲警察又唔會打你噶。係咯。咪咯。基本上全香港得兩種人打人嘅啫嘛。兩種都唔打佢。兩種都唔打你。喂，我見來見去，你話嗰啲示威者，嗯，嗰啲示威者一就係。還手，啲黑社會打佢還手。嗯。二，我都見唔到佢哋點樣去到激烈去衝擊啲差人啦。嗯。咁掟下雞蛋，係嘛？咁點啊？我突然間琴日見到，即係講嗰啲咩雷射死光槍，係嘛？佢講到咁大，咁大殺傷力啊！咁大殺傷力係嘛？即係我都唔明白，好多人都好擔心。咁。連雞蛋都可以是攻擊性武器喎，任何嘢都係。任何嘢。我每日都食攻擊性武器喎，我好鬼中意食雞蛋嘅，即係大鑊喎。咁點搞咧？係嘛？我唔係食，我唔係食嗰啲雷射死光槍啊，係咪？即係我哋繼續一陣轉頭翻嚟，我哋再講下點樣 fact check 啦，好嘛？轉頭見。